一，2023浙江卫视跨年晚会拟邀华晨宇、沈腾、关晓彤、周深、蔡徐坤、郑恺、李晨、杨颖、沙溢、白鹿、贾玲、李克勤、廖昌永、梁静茹、李荣浩、胡彦斌、张韶涵、胡海泉等。二，宋茜、许魏洲主演的《谁都知道我爱你》暂定10月10日腾讯视频播出。三，王鹤棣接下来跟美宝莲有合作，物料已拍。四，影视剧《最好的你最坏的我》暂定王一博、惠英红、廖凡10月中云南开拍。五，李一桐、金汉、曾可妮主演的网剧《乌云遇皎月》暂定10月初在腾讯播出。六，电视剧《边水往事》接触了郭麒麟和吴镇宇。七，影视剧《投行之路》男主在接触肖战。八，翻拍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主演暂定高伟光、周一围、王宝强、贾乃亮、张凌赫。开机时间10月。一，现在易烊千玺的路人缘很不好，他的工作室在找业内顶尖的营销公司来扭转战局。二，吴磊每次有点成就上热搜，胡歌知道后都会祝福他一下，俩人这么多年一直都有联系。三，有些星二代卖学霸人设，要么中国人考上哈佛、耶鲁，要么外国国籍考上清华、北大，要么考上艺术类学校，就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考文化课上清北复交的，懂的都懂。四，宋祖儿跟任国超在拍的《古偶》，剧组特地叮嘱他减少曝光，所以他这段时间存在感不高，他现在压力挺大的，剧组对他的要求多，而且男主老婆时刻派人盯着他，搞得他束手束脚。一二，九五小生私下会谈恋爱，他之前对个人事业还是很有野心的，在前公司时还和其他同事争同一个资源，现在可能是发现怎么折腾都火不了，自身流量也一般，所以低调的同时开始对谈恋爱不避讳了。他家里条件挺好的，在择偶方面对他也有要求，家里人不太希望他找同行。